第二節會議就是而在開始，剛才都有很多要求呢，37A 雖然上一次呢他們是沒有按鈕的，因為上一次呢我們是有了清楚的記錄的，我就不再希望大家再討論，但是仍然我放較為寬鬆的處理呢，我就不再只是限於上一次的，我現在有需要俾埋需要喺今次裏面去表達意思嘅，對37A表達意思嘅，馬上排隊撳咗你哋嘅有關嘅按鈕。咁我即刻就將佢排咗之後咧，俾大家三分鐘，每人三分鐘。好唔好？我頭先講咗規程問題，我哋暫時就已經作一個處理咗。好簡單，好簡單啊！各議員，你好簡單講講，因為我主席啊，我寫了一封信俾主席你啦，就係關於37A嘅。咁你亦都覆咗個三版紙嘅信啦。咁其實呢個上一次冇討論，咁係咪在情在理都應該俾我就住你嗰個回覆咧，係講咗問或者問咗一啲問題先處理咗嗰啲，因為上一次冇噶嘛。咁呢個都係合理啫，主席係嘛？在規程上就不是討論這方面，我就希望這個呢我會跟秘書處就再了解是不是有些即是覆了信之後有些什麼要跟進的東西，因為覆了信是很清楚的了。你覆了你沒有現在 37A 呢，我現在希望大家呢就掌握三分鐘，那麼秘書那裡按了鈕沒有呢？按了鈕之後